我实在笑不出来。喂，李总，李总，我一给你打电话你就这样，我求求你了，你欠我的钱能不能给我？我能宽限你几天，但是我也拿你的钱准备还别人呢。哎呀，我算服了你了，明天说好了，明天啊。哎呀，这该怎么办？顺风，钱顺风。哎，哎呀，小姨夫，哎呀，小姨夫你可来了。哎呀，小姨夫，我等了你半天了啊。这个欠条是你欠我的10万块钱的欠条，现在我把欠条给你，你肯定也准备好了啊。来，你撕还是我撕？咱俩都别撕。怎么了？那个钱我没带来。你没带来？你听我解释。我不听你解释。小姨夫，你可坑死我了。你这个10万块钱要是不还我，我就还不了别人，人家今天到家里来取来，你现在告诉我你没钱，我可怎么办呢？你先坐，你先坐，别着急，别着急。哎呀，我能不着急吗？我是什么人你还不了解吗？我肯定是特别诚信的一个人，但是现在没办法，我，哎呀，我实在没凑齐，你宽限我一天，明天我就给你拿来。我可以宽限你一天，人家能宽限我一天吗？我这个坎儿过不去，人家一会儿就来。谁来？谁呀？小吴来了。干什么的？来要钱的呀，来拿钱的，我欠人家10万块钱呢。哎呀，你说这可怎么办？这怎么办？小姨夫啊，你确实没有钱是吗？你看，有这有20，你先给我。这也要啊？你的钱我都要，我告诉你。这样，小姨夫，一会儿这个人进来以后，咱俩演一出戏啊，你就求我给你投资，数目越大越好，让他感觉到我欠他这10万块钱不叫事儿。只要能拖一天，你不就还给我了吗？对对对对对，你还给我了，我就还给他。钱顺风啊，钱顺风啊，我发现你最大的缺点就是啊，聪明。你就别表扬我了，你这时候好好好啊，你一定要尊重我啊，一定要尊重我。那我喊你什么？你喊我，要不你喊我小姨夫吧。我喊你小姨夫。对，你喊我小姨夫。哦，对对对，现在嘛，谁有钱辈儿谁大。好好好，小姨夫。哎，真答应了。开门。来的，你这样啊，一会儿啊，你先把他支走，你要是支不走，我再出来。好好好，好你先休息，小姨夫，啊、你去吧。哎、啊，对，啊，快点啊，加油，交给我了。哎，你好，哎，你好，来来，请进，请进。啊，那个我刚才打过电话啊。你是钱总吧？来，这个是欠条，你看是你撕啊，还是我撕啊？我觉得都别撕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我不是钱总。啊？哦，那你我怎么可能是高大威猛、风度翩翩的钱总呢？您是？是他小姨夫。啊，不是，他是我小姨夫。啊，你好，你好。那钱总呢？我知道。我跟你说，你是来干啥的？你是不是准备来找他要那10万块钱？对对对对对。他说，你待会儿把这个欠条要给他。对对对对对。他现在刚谈完1亿的生意，所以说他特别累，正在休息。啊，1亿，知道吧？你先回去，明天把钱打给你。行行行，好吧。好。什么玩意儿？我就回去了。我是来要钱的，我今天必须见着钱总，要不然我没法交差。是是是。钱总，明天也一样。钱总，你听我说。钱总，你出来一下。谁呀？哎呀，睡觉呢。哎呀，小姨夫。哎呀，好，没办法了。啊，他非要见你哦？谁呀？这是，您就是那个高大威猛、风度翩翩的钱总，正是我。你好，你好。这个我刚才给你打过电话，我来的目的你也知道。哦哦，我知道。嗨，10万块钱是不是？对对对对对。行，你先请坐吧。哎，好好好，我还有点事儿没处理。小姨夫，哎，怎么办？咱俩这个项目接着谈吧。哦，对对对，好吧，你请坐，你请坐。我还有点事儿啊。好好好好。小姨夫啊，你接着说。你看，你哪儿不舒服？我很舒服。哦，明白了。谈项目，是这样的，现在这个
你就把那1亿给我吧，我也不容易，项目等着用呢。求求你，那1亿对你来说不就是九牛一毛吗？好不好？哎呀，麻烦你了。哎呀，1亿对我来说不算什么啊。哎呀，但是我得考虑考虑。不是陈总，你看我这10万块钱就不用考虑，你能不能先把10万块钱给我？你等会儿，你考虑。哎呀，钱总还考虑什么呀？啊，小姨夫，哎，咱们是亲戚，对，你撒了那么多的钱，你还差我这1亿啊？对不对？你给我，完了我这个项目就能进行下去。对对对，是的。哎，求求你了，哎，正好，小吴是吧？对对对，你来的正好。哎呀，这是我这个亲戚，我的大外甥啊，这不他就求着我，让我给他投资1亿，一个项目。是是是，正好你给我提个建议，我是干还是不干呢？不是你们俺俩干不干，你投几个亿跟我没关系，我今天来要这10万块钱，你能不能先把这10万块钱给我？你看你怎么死心眼呢你？我1亿，你10万块钱，差多少？就牛一毛，明天你再来。不是你这上来就1亿，完就差我这10万块钱，什么项目啊？这是大项目，特别大。来来来，多大多大？哥，你说说来。咱什么项目？你不刚才给我汇报过的吗？你跟他说什么项目？我告诉你说，这个项目你知道吗？这个项目分前期、中期和后期，特别大的项目。这个项目我跟你说，全国，你哪儿的人？我湖北人。他湖北人。湖北人有一句谚语，知不知道？天上湖北佬，地下九头鸟。湖北人我知道。哎呀，湖北人厉害。湖北到我们东北很远呀、啊。你说正事儿，我钱啊，对项目，对这个项目是这样的，你对东北不了解吧？啊，东北冬天哎呀这个冷啊，夏天都要热，我们就想呢，让东北这些人啊，夏天能凉快点，冬天能暖和点，是不是大项目？对的，这是个大项目。怎么样？你说怎么办？你说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就冬。啊，冬天暖和点，嗯，夏天凉快点，嗯，你家装个空调不就完了吗？冬天还要暖气。是啊，你说的这是屋里，屋外呢？大兴安岭，松嫩平原，跟俄罗斯挨不着，怎么整？都要这样。你要屋外头也冬暖夏凉，嗯，那你这1亿也不够啊。是啊，这不差你那10万吗？你进来，我也进来，大伙儿一块儿啊！不，你参不参加吧？我不参加，我参加什么？我参加小姨夫，你过来吧你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你这是编了个什么项目啊？你这来来来，等会儿来，停！不，你俩到底谁是谁？小姨夫，他是我小姨夫，那他怎么管你叫小姨夫呢？我叫了吗？他叫了吗？叫了。他，你想想，他投那么多的空调，他是不是心里乱？他懵了。哎呀，行，你明白吧？回来了。你别着急。哎，来姐了。小姨夫也在呀。啊。咋的了？都别动啊！你管他叫什么？小姨夫。你管他叫什么？小姨夫。那你管他叫什么呀？钱胜峰啊。钱胜峰，钱胜峰是你叫的？钱胜峰是你叫的？一直都不听话的孩子，你是不是叫我小姨夫？对呀、啊。我现在已经管他叫小姨夫了。啊？啥？你想想，你算算，你管他叫啥？姨老爷。姨老爷？哎。哎，什么？哎。哎呀，不听话呢。再叫一个，用心叫。姨老爷。哎，用不上，告用不上。陈总，你辈儿这么大呀？是，这都是我的孩子。接下来起了。妹夫，哎，姐夫，啥时候来的？啊，别，都别动啊！您管他叫妹夫？对啊。您管他叫小姨夫，那你也管他叫小姨夫吧。
年轻人怎么？哎哎哎，让你叫啥就叫啥呗，你看你，那个快去快去说去。啊，那个爸爸。爸爸。这位老同志啊，那个，咱家现在有外人，别瞎说话啊。刚才我已经管钱顺风叫姨姥爷了。那你这意思，我以后还得管你叫点啥呗？爸，你随意，我没说。你回来了吗？哎，别动！你管他叫妈啊，完你俩管他叫小姨夫啊。那请问这位老人家管这位老人家叫什么呀？姨老。你说你这把我照蒙圈了，这你蒙啥圈呀、啊，姐？姐，不是这个老太太，你猜你是谁？我们在这玩，你猜你是谁呢？啊，我明白了，你们玩游戏呢？啊，对。哎呀，你说现在的年轻人玩的游戏呀、啊，咱这岁数大人就是参与不了。哎呀，对不起啊，我有个睡中午觉的时间。来来，老头走，睡觉去。走，别动。你们家外孙子跟姨姥一块睡觉啊？你别看他，你别看他长得老，他岁数小，就打小一块睡，睡习惯了。哎呀，行了，别在那编了，我都演不下去了。啥玩意儿？哪跟哪儿啊？是啊。哎呀，我告诉你。这是我妈，这是我爸，人俩一块睡咋的了还呀？他看见了吗？钱总，我老公，我俩是两口子啊。都是两口子是吗？对。近亲结婚。谁？钱总啊，哎，那一个亿也没有了呗？那一个亿没有。那东北的气候还得维持现状。我估计得维持一阵。你说了算咋？我钱呢？钱，我是来要钱的。你给我扯一堆大姨大姨，这你什么用啊？打外甥，解释，再打外甥。兄弟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实在编不下去了。钱总不欠你钱吗？对呀、啊。今天周转不过来了，就想呀，拖延一天。我们这是编的乱七八糟的，就想拖延一天。求求你，明天一定给你。对。我害怕他的眼神，不相信。那，你干什么？我的身份证压在你这儿，我现在就给你取钱去，好不好？他的钱我来还。哎呀，你别动！这是，你还欠我10万块钱呢，你哪来的钱还人家呀？春风啊，咱们什么人都可以丢，但是这诚信咱不能丢。我现在我去押房子。等会儿，你叫郭有亮，啊？怎么的？大丈夫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我永远叫郭有亮。你认识李保国吗？李保国啊？保国？对啊，我认识啊。这还欠我10万块钱呢。大哥呀，我是李总的表弟。我今天来找钱总要这10万块钱，就是为了还您那10万块钱。哎，啊！你等会儿，我捋捋啊。啊，你哥欠我10万块钱啊？对，我欠他10万块钱，他欠你哥10万块钱。对，那咱们仨人都齐了，现在没钱，那这事还是办不了啊。你这……哎呦，大哥呀，你这个算账能力，你做这么多年生意怎么挣的钱？我没挣过钱。做生意挣的全是条子，打麻将赢的全是妃子。来来来，这样啊，那欠条都带了吧？啊，欠条在这儿呢。来来来，拿出来。你把欠条给我，我把欠条给你，你把欠条给他，完事儿了吗？啊，这么简单？对呀、啊。你等会儿，我给你，你给我，我给你。我的呢？我给你。哦，在这儿回来了。啊、哦，嗨。那这欠条是你撕还是我撕啊？要我说呀，大家一块撕，来吧。哎呀，这就行了。嗨、哎，对了吗？这不完事儿了吗？哎
你们这啥意思、啊？就你给我，我给你，他是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你们不做生意，你们根本不懂。啊，我们啊，总结起来就八个字儿：诚信第一，欠债还钱。